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标股急先锋。好，今天大盘啊，各位啊，涨190几点，盘中跌160几点，上下震荡幅度超过350点。那再涨的就那几只啊，啊、哦，大家一看拉上去，哇，我的股票怎么一路在下杀？哎，有的散户就开始卖股票了，一路杀一路杀。但是各位，你不要怕啊、哦，杀一下也好了。为什么？要把融资要洗掉。哎，融资一直创新高也不对嘛。但是各位，你的股票今天有没有涨停板？我的股票涨停板，明天要再涨停板，主力筹码多。我在这里一直告诉各位投资朋友，你选股一定要会选。我们曾经买过3035的智远，哦，今天杀得好凶啊，表示今天破底了，看到没有？各位，我们买在这里，在这一天卖掉了，卖光光。老师为什么要卖它？投信不是买很多吗？投信买很多都买不上去啊，买很多买不上去啊，买不上去我们就先卖啦，对不对？还有人告诉你智元，也有人告诉你3006的金豪科。各位，今天不是也在杀吗？老师，同样是 IC 设计，那你为什么3661的四星再创新高，来到快800了？各位，我是不是400告诉你要买，450告诉你要买，460告诉你要买，我一路讲哦，从400到500， 500到600， 600到700，快到800了，对不对？我也告诉你6531的爱普，我告诉你它还会涨。很多投资朋友来找我，因为他手上有爱普，自己买的，不管你买多少都快解套了啦。你看一下是不是冲上去，这是不是 W 底？老师啊，人家送我资料哦，说那个爱普哦会跌到200、300，会跌到200。哎，我们在这个200多块买的时候，他说会跌到多少？会跌到200多。你相信他？没关系，我第一波让你赚100块，我在这里我说再来我要让你赚200块。各位，我也没有让你赚200块。第一波从295到395，第二波从295到，老师200块是多少？200块是多少？200块是多少你知道？500。老师明天就500了。来，明天就500了。对不对？那你手上有的呢？咕咕涨嘛。哎，我昨天在这里说，如果爱普会涨停板的话，我要放鞭炮。抱歉啊，我们摄影棚里面没有鞭炮，真的没有鞭炮啊。我跟小编在那笑啊。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你昨天说话，哎，不要涨停板，要放鞭炮。各位啊，啊、哦，有没有放鞭炮？没有啊。今天开盘，我告诉你450嘛，450不过嘛。啊，今天450一开盘就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在这里就卖掉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各位，那明天500块你怎么办？啊，老师啊，所以在这里我不要讲那么多了，讲那么多没有用。”啊、哦，各位来这里看一下大盘。说实在，大盘在这个地方已经涨很多了。本来在这里经过适当的休息整理，我刚才主流会换哦，主流会换哦，因为大盘在这个地方今天爆天量了，收黑 K 嘛，所以主流会换啊、哦。那为什么 Mini LED 我不写？很简单嘛，各位啊、哦，这个所谓的2393的亿光跌下来了啊、哦，连续三只涨停板很厉害吗？你第一只买厉害了，第二只买你昨天要跑了，你昨天去买的今天连跑都来不及跑了，对不对？3437的这个，各位，你昨天没跑，今天来不及跑了，对不对？还是不是红海投资 mini LED 嘞？公司还没赚钱呢、啊，啊？就一个题材就炒得这么凶啊，那你去炒嘛，没关系嘛，你自己去炒嘛，啊，各位，我们没有买了，因为第一次涨停板没买就不买了，
我很坚持我们的操作，所以会员跟着我哈，在这里来说比较放心。那当然有一些会员6531的爱普自己卖掉，那我没话讲啊。那我当初跟你讲啊，这个叫 W 底，对不对？我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叫 W 底啊，对不对？各位啊，当初100块叫你买，你也不敢买啊。啊，200块叫你加码，你也不加码。啊，涨到500，涨到560了，你很想买的，对不对？涨到560，你很想买的嘛。我说不要买嘛。我说跌下来295买嘛，300买嘛，310买嘛，320买嘛，都没关系嘛。涨到390先卖一趟嘛。啊，回来290、300、310、320、330都可以买嘛。对不对？啊、哦、这里诶、欸、我们有出过一趟哦，我们大概出在400、450这边出一趟。出了下来再买回来嘛，对不对？会员做见证嘛，有买在400几的嘛，有买在410几的嘛，没关系啊，快500啦。老师，明天还会不会涨停？你慢慢看下去，哎，明天涨停哦。这小鞭炮准备一串鞭炮，我真的要放鞭炮。我们昨天说要放鞭炮，哎，今天真的涨停板，各位，哪一个老师有这么厉害？对不对？好，各位。我们看，我们还有其他的股票，6153的嘉联益啊，我认为它很好啊。老师，今天又冲高又没卖，又下来了，没关系啊，整理完了嘛，它没爆量啊。今天下影线那么长，为什么打下去会马上来258？哎，今天最低348，哎，收盘352，又是258，今天最高362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年折叠机大卖，我告诉你，我非常看好哦，这个嘉联益。嗯、没吗？就是没吗？搞不好明天加码，明天加码搞不好涨停啊、哦！各位，我们今天你看，今天下杀他也跟着杀，他今天还开高嘞啊、哦！然后一路杀杀杀杀，你看尾盘就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又被人家买上来了嘛，对不对啊？2327的国巨哦，今天也杀得很凶，不过杀杀杀杀完又上来了。各位，国巨有没有杀？有啊，创新高也杀一下。老师，国巨可以买吗？下来我带你买啊，2492的华新科下来我带你买啊，对不对？6173的这个信昌电，各位是不是杀下来又被拉上来？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昨天外资还买了好几百张嘞，它不会跌啊，我们不急啊，做股票有那么急吗？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在这里跟你讲啊，还有6209的金国光，哎，今天因为光学股哦，这个大力光哦，公布财报的利空啊。金国光两根涨停哦，你看哦，涨停涨停涨停啊，这样子是涨停涨停涨停，哎，今天下来量缩一下嘛，啊、哦，今天刚好大家碰到五日线就上去了嘛，对不对？这里四根涨停板你又没买，我们在这里有买，在这里有买四根涨停板，后面又赚两根涨停板，卖掉又都没买啊，都没买啊，在这一天开始买，买了之后又上去了。老师，你扣出没有？还没有啦，因为我认为金国光今年是大转机年，他有接到 Google 的订单，他有接到亚马逊的订单，今天下影线很长哦，今天这个本来还好好的，被啪一下杀下来，后来被人家买上来，你看最后一盘，最后一盘难道不是人家买上来的吗？啊，从37块拉到38块。老师，你解来解去就这几只啊，不然呢？你股票买一拖拉股。老师，你有没有买那个华邦电？没有。老师，你有没有买旺宏？没有。这种老牌的公司，我告诉你啦，旺宏、华邦电已经涨那么多，你看这个头部都出来了，你看这个头部都出来了啊。对啦，30块可以买啦，40几块叫我买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有没有买那个联电？没有。但是我有跟你讲，联电不需要急着卖。哎，今天打下来又上去。老师，你有没有买那个台积电？没有。因为台积电已经500多块了。我告诉你啦，台积电最好的买点在200多块啦。300块也可以买啦。来到500多块，老师，外资说看到600块。我跟你讲啦，台积电如果到600，爱普大概到800。股票有它的股性，对不对？爱普跟台积电合作做 IP 的嘛，细制材的，你都知道嘛，你不会去查吗？
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啊，股票市场我们这样子讲啊、哦，我昨天在这里说要放鞭炮，6531的爱普说要放鞭炮，今天有没有涨停板？老师，今天真的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有爱普的来找我，各位，台湾里面谁的台湾现在讲话最实在的？有的老师啊，台湾里面都在骂人啊，啊。一下要多做多，一下要做空啊，啊！各位是这样子做股票的吗？啊！我问你啦，爱普在这里没涨的时候，在这里这一波你没做到100到200、200到300、300到400、400到500，你没做到没关系，我后面带你做从200多、300多、400多、500多，各位，我讲话我负责。啊，我今天还有会员哦，在这里啊。老师涨停板先卖哦，涨停板卖得很高兴，卖掉以后又买回来。哎，我call讯有，哎，会员拿起call讯做实际好不好？我是不是说460以下是买点？我有没有这样讲？我如果没有这样讲，中翔退出股市了。很多会员看不懂，老师460以下是买点，老师这里两只脚呢？这里是460、458，老师这里460、458，老师这里100到又上去又涨停了嘞。哦，汤小姐今天做了两趟，哦，涨停板卖掉，460再买回来，472再卖掉，再买回来。各位，一只股票做几趟？我告诉你，今天爱普哦可以做两趟以上，但是你没有老师带，你会敢买吗？我问你。你如果没有老师带，你想涨停板不要卖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结果呢？结果涨停板锁住你没卖，一看下杀，你把它卖在460，结果收盘又在480。啊，你这做股票你安了安了坦，结果又在那边捶胸顿足，老师我就卖掉了。我知道大盘很恐怖啊，杀来杀去啊，你吓死了嘛？你有惊死不？有啊，你是不是吓死了？你不懂主力筹码，各位看一下看一下。这一种的 K 线形态，这个叫 W 底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上去，老师，人家说哈、哦，在这里来说哈、哦，这个指标开始交叉了，交叉嘞，交叉嘞，交叉往上，啊，各位，你有惊到吗？你没有老师在带，你自己在那里玩，你也惊到吗？老师涨停板我没有卖，结果看到打开以后，我用市价去卖，老师一直卖卖卖卖不到，我卖在460。我460卖掉，要收盘又涨停。啊，如果有老师的call讯，460以下千万不要卖，还要买。call讯看不懂，那你怎么办？啊，老师已经讲那么清楚了。啊，call讯460以下都是买点。你是我的会员，你知道啊。3661啊，今天快来到800了。我告诉你，最近有参加一个会员，他说他是小资族，他钱不多，他买了一张四星，以今天四星来说，来到快800块，一张就80万。他爱普有三张，三张来到500，80加三张的爱普加上150万，150加80，他有230万。他参加我的时候也不过100多万了，现在已经快多少？快300万了。结果你乱去买一些股票，啊、哦，看那个哦，看那个老师哦，哦，我们看那个啊、哦，又去买那个华邦电了，又去买万虎，啊，我告诉你，啊、哦，又去买什么？又去买那个这个。联电买在50几块，我告诉你，联电哈、啊，你买10张嘛，你爱普可以买1张，如果爱普300多块、400块的时候，你可以买2张，你100万在操作，你爱普跟我的扣讯，你在300多块买，你可以买3张。当然，我的会员买10张、20张、100张的没有了，不能说没有了，我都很厉害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，对不对，各位？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啊，各位，
加入 Telegram， 我来看一下我的 Telegram 人数有多少啦，各位 ，Telegram 人数有多少啦？啊、哦，各位来看一下 Telegram 人数有多少？啊 ，Telegram， 好、哦，各位，我告诉你，破千，破千，我就是在告诉你标股，破千我就告诉你标股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讲话我负责，实实在在的破千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不要灰心，大盘洗盘是好事。把那些啊、没有信心的符合先洗掉，为什么？因为大盘在这里真的是，各位，大盘在这里真的是涨很多了嘛，对不对？从8500嘛，啊、8500涨到10000，很多人看空嘛，有的老师看空嘛，10000涨到12000，有人看空嘛，12000涨到13000，有人看空嘛，13000涨到14000，有人看空嘛，14000涨到15000，也有人看空嘛。合理啊，我知道啊，你们都看空啊，合理啊，为什么不合理？看空是合理的事情啊，啊，你非要放空强势股，对不对？你认为强势股都会暴跌，强势股不会暴跌？我问你，我问你，这一只股票有没有暴跌过？老师有啊，它从啊、它从多少？它从565跌到290几。再涨到390几，再跌到290几，再涨到4，哎，在这个点叫什么？ 460， 这个点叫460嘛， 460 是不是突破了拉回来？所以460以下是买点嘛，对不对？今天460以下没有人在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会员没有任何一个是爱普是卖在460以下的啊、哦，甚至460以下还在加嘛，我讲话我负责啊、哦，当然有一些会员可能就是分批卖，卖卖卖卖卖到涨停板，啊，说再买回来，如此而已，啊、哦，如此而已，啊、哦，因为赚的放在口袋才是真实的嘛，是不是？各位，我讲话我负责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啊，那你在这里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 W1788 标股急先锋计算主力筹码。各位，有钱人之所以有钱，做的和想的跟你不一样。你有没有爱普？你有没有四星？你是有钱人吗？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赚起百元利润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在这里爱普第一次让你赚100块，我后来告诉你我要让你赚200块，我有没有做到？各位，对不对？ Tesla 的供应链同志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同志，352的同志连续四只涨停板，你才想要追哦？各位不必啊，四根涨停板，我告诉你啊，冲高先卖，拉回平台整理最好啦，最好慢慢回啦，回的时候量缩一点，就像这样量缩一点的，不要那么冲来冲去的啊，让它回到200块以下，最好在200块以下，我们再考虑买回。我们讲话，我们锁定就这几只啊，要不然怎么办？老师，我那个哈，看你们那个投顾老师哈，看别的老师哈。有一个林老师也很厉害，他每天在讲那个什么望红啊，什么什么，那你随便啊，你自己去买啊。我对望红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卖卖场哦，那卖场他去卖啊，他涨他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、哦。那有很多都是没有问到2328的广宇，老师广宇就涨停了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收了一根就是倒T字线，小心啊，爆大量。明天如果没有开高齁，小心它会跌，好不好？小心它会跌、哦、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先卖一套。老师广宇不是你的名牌、欸、我在那个投顾啊，我在万宝的时候啊，很多投资朋友跟我买广宇啊，都买在20几块，买到现在啊，我告诉你怎么赚钱，跟着我赚钱嘛，广宇你们都赚钱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广宇各位，广宇全部大烫了，今天虽然又拉涨停板了，但是各位倒T字线是不漂亮的，我对这只股票已经没有兴趣了。嘿，各位无关系啦，啊，有会员打电话进来了、啊，老师怎么做？把它卖掉。老师卖掉要买什么？老师卖掉哈、哦，这个爱普已经涨那么多啦，啊、哦，又涨停板，老师500块还能追吗？老师500块就算涨到600块，也不过大概涨100块啊，啊、哦，我还有股票。
啊，或者艾普再在适当休息整理的时候，各位适当休息整理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他在适当休息整理的时候，我会带你买。老师，什么叫适当休息整理？对不对？艾普如果会到500，会到600，会到700，那适当休息就是当他在这里，就是他这个叫 W 底嘛，他冲高之后拉回来嘛，拉回来之后，各位会在这里整理嘛？那如果明天再涨停板，那各位我就不追了啊，我就不追了啊。所以各位，艾普涨停板，艾普涨停板之后 ，W188 标股急先锋，专门计算主力筹码，我带你买，你就会放心，而且我买的价位绝对很机车，让你赚涨停板。祝各位投资朋友周末小周末愉快，明天艾普继续涨停板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